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啊，妹子，上节课呢，咱们介绍了如何在列表里加分页，其实前面是讲过的，只是这里边要稍稍复习一下。那基于分页的一些细节的设置呢，大家呢可以参考前面的课程，对不对？对。那这节课咱们要讲的就是多搜索加分页。嗯。搜索是一般网站上都具备的一些功能，对不对？对。当然了，做得好一些的，你结合一些很牛的技术，比如像 Redis 啊，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做再结合像斯芬克斯啊，我们能做成什么样的呢？能做成像百度一样的搜索引擎，都可以实现。这是在咱们修联课程里边都有的，对吧？但是咱们现在呢是基础课，基础课呢咱们就做一个最简单的能实现搜索的功能就可以，对不对？当然搜索有很多种类，大家呢针对不同的项目都去参考，对吧？对。那咱就暂时做一个临时例子。那上节课咱们看到了搜索图书这块可以按书名、作者、价格去搜索，对不对？嗯。那这些一点搜索按钮的时候，看了一点搜索按钮的时候，是不是提交给谁啊？我们看一下，搜索 form 是不是也是提交给 list 的？嗯。但是我们得告诉本页面，我们是去搜索，所以必须给他一个什么 action 动作，因为本页面里边又既处理删除，又处理搜索，你必须告诉他动作是什么，我是去删除还是去搜索，对不对？嗯。所以这块 ser action 的 ser 是告诉他我们去搜索，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怎么的？用户如果有搜索的点表单搜索动作了，我们只需要在这判断，如果 is set 什么呢？判断刀符下划线 get 里边有什么 action 对吧？并且刀符下划线 get 里边的 action 等于 ser。是不是这个时候用户就搜索了？嗯。有人打一下 post 下划线 post， 看一下啊，我们看见能不能，比如说 AA 作者价钱，点击搜索，我们这块默认是 get 传过来的，因为我们这块刚才没刷新什么，没刷新这个表单，对不对？那我重新刷新一下。刷新页列表，对不对？我再搜索一下 AAA 作者33价格2244，看一下是不是上面数独打印有这么多东西了，嗯，对吧？然后有书名，有作者，有这个，对不对？嗯。那我这里边呢先悬着一个问题，什么叫悬着一个问题呢？我先把这个 post 我先付给一个临时的变量 TMP 等于$下划线 post，所以呢我从临时变量里边获取值，是不是就从 post 里获取值啊？嗯。我 post 的是不是获取了付给了一个临时变量啊？嗯。如果有搜索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看用户搜索了什么条件，对不对？对。那多个条件搜索是不是并且关系啊？搜一个也可以，搜多个也可以，对不对？嗯。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块判断一下，如果判断 $TMP 用户里边传过来的book name 说明他想搜书名，嗯，是不是这样的？嗯。这块如果书名不为空，说明想搜索这个，搜索书名，对吧？嗯。然后以此类推，不光是书名，那如果我们按什么作者，对，按作者这块author， 那就是想搜索作者，按作者搜索，对不对？嗯。那这块来一个 author， 如果我们这块想搜索这个是还有就是价格吧，价格能有最小的
价格，对不对？如果先填这个的话，想什么？价格大于多少的，是不是这么去搜索呀？嗯，想搜索价格大于多少的，是不是啊？那如果他想搜索这个 MAXPICE， 那就想搜索什么？价格小于多少的图书？那我们这块写上 MAXPICE， 是不是这样的？嗯，对不对？那搜索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块下边列举获取的时候加上一个 where 条件。对，加上一个 where 条件，你看啊 ，from 这块加上。对，我们可以加一个变量 ，dollar for where， 它可以有条件，也可以没条件，对不对？嗯。那我们来试一下。那多个 where 条件呢？我们是一个组合的一个 where 条件，对不对？嗯。那组合在这块加 where 条件，我们这块从查询的书的个数、非应用的个数，是不是也得加一个 where 条件呢？嗯。是不是这样？对。那我们这 where 条件什么样的呢？就是多个的一个组合，是不是？嗯。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户有搜索，我们就将这块做一个数组，先临时做一个数组 ，WHER 这个数组等于一个空数组，看到了吧？嗯。有搜索的话，我们就把条件放到这里边，最后组合成 where 条件，嗯，对吧？对。那你看，如果用户名不流通，我就 WHER 啊，中括等于将什么放进去呢？将做一个字符串，是 book name 等于，最好用双引号。你这样的话里边可以用什么？可以用一个变量，对不对？嗯。TMP 里边有 book name， 看到了吧？对。那同样，如果他搜作者的话 ，author 等于外层用双引号 ，dollar for TMP author。那同样道理，我们如果他想送价钱的话，这块对不对？那我们这块就是价钱 price， 这块应该是等于号了吗？不是了吧？应该是大于等于这个价钱最小价钱的，对不对？这块又往上什么呢？ min price， 对吧？那同样这块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小于等于最大值的 max 加钱，那这就是这个数组，对不对？嗯。那我们看一下，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WHER。如果我什么都不搜索，我点图书列表，对不对？我什么都不搜索，是不是这数组是空？嗯。如果我有一个搜索的话，是不是就这样？嗯。如果有两个搜索的话，数组里边是不是就两个条件？嗯。那多个条件咱们可不可以用什么去连接？像多个条件，这我已经直接把条件组合成字符串了，对不对？嗯。对吧？最好的一个字符串按图书搜索，最好是模糊查询。嗯。对不对？模糊查询，我是不是这两边最好加上百分号啊？百分号。那还有什么是模糊查询呢？作者也是模糊查询，比如说所有姓高的，对不对？嗯。写的书，对吧？那其他就不用模糊查询了。这样的话，我们多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了。你看，如果 empty 判断什么呢？是不是空数组 ？is 下划线 ar， 是这样吧 ？empty 判断谁呢？如果数组不为空，哪个数组啊 ？whr 数组不为空，证明有搜索条件，对不对？嗯。我们就将搜索条件用什么组合呀？IMPROT 就是 IMPROTE 按什么组合呢？用 AND 并且的符号，将谁组合在一起啊？并且的符号将 WHR 是不是组合在一起了？那组合在一起之后，前边是不是得加上 where 等于，就是 where 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 where 就等于 WHERE，
什么腕条件，对吧？腕条件什么呢？什么什么什么，并且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这里边 AAA BBB 来搜索，当然没有所有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怎么的？这块我们就可以输出一下 circle 吧。哎，这个 circle 我们是在这块有删除，对，删除的时候输出 circle 没用了，我们现在在这输出 circle 对不对？我们再重新写一下 AAA BBB 对不对？搜索。腕条件，腕搜索，否则的话没有条件的话，我们这块就要什么？先让腕条件等一个空字符串就行了，对不对？我在这块搜输的这个四个语句肯定没有，因为上面没有四个语句的，四个语句在这儿呢，对吧？所以我在这块输出一下四个语句，你看啊，在没有条件的时候，四个语句是不是就没有腕条件？没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AA 一个的话，你看腕条件不那个 AA 对不对？如果有两个的话 ，AA BBB， 搜索，是不是 AA 腕儿条件不明这个，并且坐着什么，对不对？如果有三个 AA BBB， 价格是十一大约一百，你看，条件是不是就对了？对吧？然后排序 ，limit 零，因为没查到数据，对不对？所以 limit 按零来算的。那我们这些都可以有了，对不对？这些我们。四个语句都已经完事了，查询也可以了，对不对？嗯。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搜索的时候最好将原来的值放回到这个表单里去。你看，用户搜索在这块儿按书名，这样的搜的什么条件是不是都在里边了？这块是经dollar for 下划线 put 那个 TMP。里边有一个 book name， 对吧？同样，我们把这个粉条心粘过来，粘过来。这块是作者 a u t h o r， 这块是最小值 m i n p i c e， 这块最大值 m i n。啊，这 M A X P I C 对不对？来，我们这样搜索完之后，按什么搜索，这里边就直接有了。你看 ，A A A 搜索，哦，图书列表这块 A， 这块忘写什么了？这块没有复制的 T M P 里边，对不对？没有这个下划线，咱写错了，写个 A。你看 A 是保存这块，写个 B， 是保存这块，大于一，对吧？然后二，大于小于二，你看条件是不是都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搜索什么，值是不是放在这儿了？当然，我下边可以用文字说明，对不对？对吧？那我们这块，假如说，我们这里边作者里边图书名称有没有一个，书名里边应该有叫 A， 有是 A 的。腕条件 book name 里边包含 V A 的啊啊，我们用等一号，这用错了啊。我说怎么没搜出来？应该是可以搜出来的。这块我们应该用谁啊 ？L I K E like 对不对？因为用到了，咱们是后改成2%对不对？就用 like， 这样我们再搜索一下 A。你看，所有包含 A 的是不是都出来了？出版社包含 B 的，作者啊，那是作者，按作者包含 B 的 ，books 包含 A， 并且作者 like 包含 B 的，应该有啊。作者有。你看，我就写作者包含 B 的。作者是一些。A U T H O R。没有吗？图书列表，作者啊，作者没有包含 B 的，包含 C 的，对不对？对。比如说 A 的、C 的，你看 A 和 C 的，是不是作者这个按这个？嗯。价格呢？比如说1块钱到10000块钱的，这肯定也有，对不对？对。
那比如说大于这里边三百，比如说大于三百的吧，大于五百的，大于五千的，五百的吧，搜索，你看是不是这些价格都大于五百的，就是一个搜索条件就可以了。那我们搜索现在其实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点一下分页，下一页又全没了。是不是？所以咱们做的是搜索加分页。那要想要分页下一页有效，搜索条件的下一页有效怎么办呢？我们同样把上一次搜索条件给传过去。那怎么传过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TMP， 这是不是传过来的这个数组啊？嗯，对不对？我只要把里边的组合怎么接到，再怎么传过去，是不是就行了？嗯。所以呢，我们在分页对象这块第三个参数是不是就把变量传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呢 TMP 呢是一个数组，我们把数组怎么能变成传过去的那个这个格式呢？ A 等于 B， 安的符 C 等于 D 这种格式呢怎么办？这块比如说我们这块 ARGS 我们是一个参数变量，对不对？怎么办？这块如果这块不为空的话，ARGS 参数就等于什么呢？ HTTP BULD QUERY， 还记着这个参数吧？是不是咱们前面课程用过，它就能将数组组合成这个参数的形式。我们在这输出一下，输出 ARGS， 你看一下，我们在这话 AA BB 点搜索，看到这儿了吗？ book name 等于 AA， 并且作者等于什么，价钱等于什么，这个对不对？嗯。但是价钱这个我们是为空，对不对？嗯。为空没有怎么的，没有把它传过来，但是提交是不是过来了？嗯。提交是空过来了，那我们这种组合是不是就可以形成这种格式？或者你手工的做组合也行，假如说你不用这参数，怎么人工做组合呢？在这块看，还是 $ARGS 等于默认等于空，假如说是等于空，对不对？然后 ARGS 等于什么呢？ book name 等于这块 TMP 里边的 book name 点等于，看到了吗？然后呢我们在这块再加一个安德福吧，前面加安德福，每一个都安的一个这个，然后我们这块在 ARGS， 这就是作者吧，你可以自己做这样的格式 AUTHOR， 这块是 AUTHOR， 然后这块我们再写上 ARGS 是最小值，就是原来 POST 的怎么传过来的，我们就怎么把它放进去，然后这是 MINPRICE。最小的 PIC， 然后我们这块再加上一个 ARGS 点等于 and for 什么最大的 PIC 等于 dollar for TMP 里边有一个 MAXPIC， 对吧？这样我们加完之后，你看，如果我们有值的话，就会变成什么样呢？刷新一下，这块直接搜索。哎，我输出的好像。作者没有 BB 的。作者怎么的？作者搜索的 BB 没有条件。啊，不是没有条件，我说把这 ARGS 输出来，我看一下。刚才好像删掉了 ARGS， 对不对？啊，换一行。我们看一下什么格式就可以。是不是这块有？book name 等 AA 作者 BB 对不对？存十，我们这块就有什么最大最小值，这个存二十，最小值这个，是不是就有这个条件了？有这个条件，这个格式我只要把这个放到哪去呢？看，对，分页配置语，创建分页语句这块 ARGS 参数这块看到了吗？我现在就能传到下一页，把这个条件看一下，重新扫一下，作者是 AA 的，作者是包含 C 的，对不对？然后这块大点值，是不是搜出这些了？然后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下一页，看一下状态栏，你看下边全部全过去，是不 action 等于 SER，book name 等于 AA， 作者等于这个 CC 对不对？价值等于十，最小的最大值，配置等于第二页，是不是都传过去了？通过搜索分页这个参数这块是不是就过去了？对，过去之后这块一点下一页是用 get 传的值，而我们一点这个搜索是用 post 传的值，有 get 有 post， 记得有 get 有 post， 是不是？那我们这块怎么办呢？为什么前面说我这用一个临时变量？那就得判断一下，看用户提交过来的是 get 还是 post 的，对不对？那就是如果直接用这个吧，它 emptpy 判断，如果 post 的不为空，那我这块就是 dollar 下划线 post 里边的付给他，对不对？否则我就用什么 get， 这样的话 get 的数据 post 的数据我的 TMP 都能接收，是这么来的，听懂吗？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点搜索这个值，对不对？现在一共是不是125页？我先点下一页，看一下是不是条件还回来了？对，看有多少呢？是不是还是125？我点末页，是不是还是这个？对不对？那我现在一点删除呢，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需要把这个变量还得放哪去啊？放到如果在这个列表这块，我们想做的完全。你看删除按钮在这个地方 ID 等于这个 ID 等于这个，对不对？删除就是每一个删除列表配置等于几，我们这块还得加一个变量，$args， 这回你看我们删除也能保存这儿，再重新搜索一下，回到第一页，对不对？我们找到末页，是不是还是125条？是啊，按那条件搜索的。现在删除，确定删除 AA 吗？等一下 ，AA、C， 就写俩条件啊。我们看一下删除这块，刚才做在哪儿了？下边 book name 等于 AA， 作者等于 C， 对吧？那删除的时候，我们这块少了一个谁啊？他没进入到哪个里去啊？我们这还得加一个，如果一点删除有搜索的话，还得加一个，不光是 DL， 你看我们这还得判断一下，是不 action 等于 SER 啊，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一个条件，就是判断就是或者 action 等于什么什么的时候也可以进来，对不对？等 DL 的时候也可以进来，所以加那两部分条件才可以，我这里就不加了。告诉大家处理程序的时候要每个细节都考虑到，只是这样而已，时间关系这些东西不加了，这样的话咱们搜索加分页是不是就实现了？很漂亮的一个程序，对吧？当然咱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对不对？但是大家通过这个一个例子完成，你就知道一个模块是如何编写的，对不对？那大家需要再花费一些时间把它都优化好才能放到你的项目里边来，因为咱们讲这个例子用了很长时间了，就不给大家都细化了啊。只要你想的问题越多，那你做的例子就会越好。对对对，对吧？最起码界面上你还可以优化优化嘛，对不对？程序里边细节都可以去想。对，这只是一个开发过程。好，谢谢大家。时间关系呢，咱们整个这个例子就介绍到这里。好，再见。拜拜。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